俄乌新一轮和平谈判呢，预料将会在29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展开。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在27号播出的专访当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在乌俄和平协议当中纳入乌克兰成为中立国的条件。好，不过中立国地位必须要数个第三方的保证，而且必须要经过公投同意。泽文斯基还说呢，乌克兰愿意就乌东顿巴斯地区的地位妥协，但是拒绝讨论解除武装的要求。另外来看到克里姆林宫说呢，俄国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的和平谈判可能会在29号这一天展开。好，尽管目前看起来整个谈判几乎是毫无进展的，但是面对面的会谈依旧是非常的重要。俄乌两国的领导人目前呢，则是还没有会面的计划。但是说到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火持续，俄罗斯国防部这回又公布他们最新发射飞弹的影片，宣称24小时之内击中36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乌克兰有情报单位指出，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恐怕是很难把基辅拿下来。未来普丁的目标就是要把乌克兰像南北韩一样一分为二，划出俄罗斯专属的控制区域。俄军再发射飞弹，宣称24小时内击中3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但战事依旧焦灼。乌克兰军方就指出，俄军无力推翻乌克兰政府。普丁接下来可能打算复制南北韩模式，把乌克兰一分为二，划分出俄罗斯的控制区。而且，普丁想要的恐怕不只有乌东分裂区内的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这一小块，有可能企图沿着涅伯河切下一大块乌东地区。Putin could be wanting to do is some kind of a dividing line right here.Along the Dnieper River. Now look how big that eastern Ukraine would be. 乌克兰官员分析，普丁已经把用兵火力集中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南部港口城市马利波战局可能会持续恶化。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1号前往大陆，预计将和大陆外长王毅见面，估计会谈中也会谈到俄乌情势。而就在俄乌下一轮和平谈判即将登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终于松口，准备讨论成为中立国家。但前提是必须得到第三方安全保证，并且进行全民公投。但乌克兰同时也指控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把4万平民强行带往俄军控制领土安置，其中包括2000名孩童。马利波市长更表示，当地已经濒临人道主义灾难边缘，16万平民受困，没电没暖气，再不撤离，性命堪虑。记者综合报道。3月18号，美国总统拜登准备出访欧洲前夕，他在白宫批评普丁是纯粹的暴徒。好，几天前他访问波兰，继续骂普丁是屠夫。我们带你一块来听听看。You're dealing every day with Vladimir Putin. I mean, look at what he's done to these people. What does it make you think? He's a butcher. For God's sake, this man cannot remain in power. The Republic, standing together against a murderous dictator.A pure thug who is waging an immoral war against the people of Ukraine.好，拜登在波兰演说的时候把俄罗斯总统普丁形容成一位屠夫。好，当然就常理来看，其实打人就是不对的事情，但或许很多事情不能够用对或是错来一刀切。像是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新科影帝威尔史密斯为了维护老婆冲上台打了颁奖人，他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其实美国在全世界这种那个纪录片很非常多，包括血腥，他们占领伊拉克之后不是抓了一堆他们所谓的这些恐怖组织的人吗？然后都把他关到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嘛，然后在里头进行了一大堆不人道的待遇啊，这些东西都太多，也有很多纪录片。那甚至呢1988年的时候，那时候伊朗一架客机，他是在机场起飞的客机哦，可是就被美国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直接把它锁定，然后他一飞起来就被他打下来，直接打下来。人家里面坐的是军人吗？没有，他因为当时那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可是平常都有民航班机在起降。结果呢，他们舰长的说法是说他误认为那是一架战斗机啊，民航机跟战斗机，你连民航机跟战斗机都分不出来吗？你搞骗吗？对啊，然后就把他打下来，打下来死了一堆人呢。啊，后来美国缠讼多年之后，美国。想办法用钱摆平，可是完全没有道过歉，对，也没有承认过错误，没错，就是这样。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完全不道歉，也不承认错误，就是这样。美国向来不道歉，他也不承认错误。那当然，美国有一些人还是蛮有勇气的，他用纪录片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去检讨这些东西。
那甚至包括最近有一段影片嘛，就是在讲一个法国人做的纪录片，就是在讲乌克兰军怎么样去攻击乌东的这些民众。嗯，然后当年发生的这些轰炸什么，那个法国记者就直接讲，轰炸的不是其他国家人，就是乌克兰自己的人，他在炸自己的国民。嗯，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说乌克兰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原因很多，那你非要去讲谁对谁错，当然我们说入侵别人绝对是不对的，可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绝对，像今天发生了威尔史密斯打了，哎呦，真的打了那个主持人，今天最热的新闻，对，打了 Chris Rock， 对 Chris Rock， 克里斯罗克一巴掌，那你说他是对还是错？有人认为他对，有人认为他错，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们如果按照道理来讲，我们应该都打人就是不对啊，不是这样子吗？可是很多人觉得说，man爆啊，他护他自己的老婆有什么不对？那保护自己的老婆就可以。那普丁认为他在保护乌东的俄罗斯人呢、啊？那有什么不可以？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什么事情要用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是对就是错，我觉得你就会遇到这种困境，到底是对还是错，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俄罗斯先前表示说不会免费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对于不友好的国家，他们只接受卢布方式的付款。不过在 G7 工业国讨论之后，现在已经正式拒绝了。好，另外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他的欧洲之旅留下很多争议性的言论。不过现在他回到国内，似乎还有更多棘手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美国总统拜登26号在波兰华沙皇家城堡发表重大谈话，拜登眉头紧皱，全程手势不断，还用谐音藏双关。As a result of these unprecedented sanctions, the ruble almost is immediately reduced to rubble. The Russian economy—that's true, by the way—takes about 200 rubles equal $1.拜登放话说，美国正在积极打击俄罗斯经济，已经有多达400家企业撤出俄罗斯，接下来也将不遗余力让卢布变成废纸。Soon not even rank among the top 20 in the world。拜登想透过这次欧洲之行打击俄罗斯，拉抬美国外交声望，但拜登在美国国内民调依旧惨不忍睹。根据 CNBC 最新民调，高达60%民众对拜登施政不满意，创下拜登上任以来新低，并有多达71%的民众认为美国走错了路。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通膨，为了挽救经济，美国甚至主动恢复豁免大陆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恢复352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这有助于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大陆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在观察者网上发表评论，指出拜登主动豁免关税原因有三：一是面临美国国内政商界的压力，二是通膨压力，今年二月美国通膨飙升到7.9%，第三则是因为拜登即将面对10月的其中选举，如果在经济方面再无突破，将直接影响民主党的支持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在当地时间25号参加美国 CNBC 论坛时表示，因大陆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大陆没有必要也不合适。耶伦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正私下与大陆接触，以确保大陆理解美国的立场。耶伦强调，尽管俄乌冲突还是必须确保美国供应链的重要性，不过专家分析，美国国内目前对于加重大陆制裁声浪不低，未来美中经贸战仍会持续。记者张丽报道。这一台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放在家里面其实也都不占地方，而且呢3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一瓶的电解液呢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你可以上快点购。